好，现在我们来切一张 iPhone 6的膜，切给大家看。我们这个膜切机的话，只要膜放来这里，它自己会自动进的。然后选择这个手机，这个 iPhone 6，选择自己要贴的款式。切割，拿出来，首先抠掉这些。好，下面清洁一下手机。这膜直接拿出来就行了哈，这样子拿的时候手不要碰到下面，碰下面弄会有灰尘。先对位，对准位置之后，轻轻按一下这个固定条。这样子，下面拿着这里，拿着一个角落，这样子倾斜一下，这样子推到下面的时候就转弯了，往一个角这里收边。到下面就往一个角这里收，贴完之后把上面这层膜撕掉就可以了。